这把年纪，就求求你行不行？老九，你得说什么？你把我孙子给放了。高爷，你求我，我求你。那好，你跪下。 你看着我眼睛，高爷，不能给这畜生跪！高爷，跪下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！我去你大爷的，高爷！ 你起来，高爷！你起来！小子，记住爷爷的话，三成你都不能死。咱中国人死的太多了，只要能让小鬼子死的人，都得活着好好活着，想招一点活。高爷，你起来，我闹着杀了那波鬼子，我够本啊，不够！咱白家村死了多少人呐？这十多年，这鬼子祸害了多少人命啊！ 小鬼子就是咱这个地皮上的狼，一天不赶走的，咱一天不够玩，你起来！<笑>老东西，你想救你的孙子，钻过去！你杀了我！就是个畜生，钻过去！高爷不能钻，高爷！高爷！ 高爷，你不能算高爷！高爷！高爷！哦，高爷！你这个畜生小鬼子！啊啊啊！高爷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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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不用那些印招，今天跪在地下求饶的应该是你。开枪吧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，你把他放了，下一次再比，输的一定是你。打呀！老先生，我可以饶了他，不过你看看，他现在就是个废人，留着他只能四处的宣传大日本皇军的胜利，我的胜利。畜生！部长，听着，千万得听着，挺住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嗯，杀人下来人了，看清是谁了吧？没看清，快看看去，快看去。连生，连生，你赶紧看看，看清楚点，是那五常吗？老爷，不是，是我们的项王，鬼冢项王，鬼冢项王赢了。大日本枪王必胜！万岁！立刻万岁！我们的枪王呢？叫你给打死了！你们的枪王，这个世上再不会有中国枪王了！真得进去了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去给大武昌收个尸吧。老爷，找了半天啥也没找着，咱回去吧。放屁，人死了总得有尸首啊，尸首呢？老爷，老爷，绳子，绳子！老爷，会不会是绑那五常的绳子？高爷，高爷，高爷！二叔，杠爷呢？他
这两天呢，咱老哥俩又能见面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兴许不见我，因为我给你丢人了，给咱中午人丢脸了，是，我是跟小鬼子跪下了，是钻小鬼子裤裆了。 我这老脸没了，没了。那也要，你知道啊，不是说我怕死，更不是说武常怕死，他不能死啊。咱中国人是多，可是能让小鬼子害怕。 怕的人不多，能杀小鬼子的人太少了，所以才他受欺负，老百姓遭罪呀。他武常他有这个能耐呀，你说，咱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让他去死吧，那也得留着他，给鬼子干。 是，你总让我拦着他，不让他杀人。可小鬼子他不是人，他是鬼，他是畜生啊！咱一天不把他从咱这地方上赶出去，老百姓都不消停。让武常杀他，杀光他。人呐！ 我这干啥？那也兄弟我呀，就求你一件事儿，你可不能嫌弃我呀！高爷，大哥，你们，高爷，大哥，哎，武长哥，武长哥没事吧？咋的了？出啥事儿了？高爷去哪儿了？高爷，高爷，都说话呀！说，我知道高爷在哪儿了，啊，赶紧扶起来！哎。 二叔，二叔，高爷怎么了？高爷上吊！高爷，高爷，小子，给高爷报仇！高爷，高爷，高爷，听我说，高爷。
我知道，你钻小鬼子的裤裆是为了让我闹场活着，你让我闹场活着，就是为了让我多杀小鬼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别说是眼睛瞎了，就算我手断了脚断了，哪怕我闹场剩最后一口气，我要杀干这小鬼子，为你，为爷爷，为败家村人父老乡亲们报仇。你得好好活着。 你得好好活着，等着那一天，你听见了没有，兄弟子？高爷，你快下来！我听着了，我听。 于总正赢了，可是他并没有把那个人打死，而是把他给放走了。这是那两个记者拍的照片，拿来。有没有廖武强跪地求饶的照片？没有了。傅思远那个老狐狸说山里面有老虎。 吓得两个记者根本不敢进去，只是在路口拍了这两张照片。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我马上去办。 天就能好的啊！别担心，武昌哥，我眼睛瞎了。呸呸呸！你快给我呸呸呸！武昌的眼睛咋说瞎就瞎呢？没事的啊，肯定没事的。我着了小鬼子道了，他那眼里有毒，我这辈子成了废人了。武昌哥，咱肯定能好。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我。 鬼总教官到了。千仞家业，你别忘了，我的胜利对你来说。 未必是件好事。这是老师缴获的战利品，帝国的胜利，对你、对我都是好事。为您进宫的酒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想今天。 可以一醉方休。他们应该已经告诉你了，枪手我已经放走了。放，比杀。
更记得清楚。请。我相信那吴强再也不好意思以枪王的身份自居了。这样的好酒真是享受。赢。我明天就要回日本了，按照约定你要送我酒。早就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哦，这倒归求学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您觉得刚才喝的酒和日本的清酒相比怎么样？清酒和它比就像水一样没有味道了。看来我们是达成共识了。您知道我的叔叔是天皇的御酒师，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，可以为日本的天皇酿酒这样的好酒，所以感谢你鬼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，可以让我干我真正擅长的事情，酿酒。此话当真？绝无邪言。看来我要让前元君失望了。喂，此话真假？如果我把这个枪手杀了，按照约定你要辞去最高指挥官的职务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承诺，绝不食言。可我看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本领，不过也不算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家伙。和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自以为是的笨蛋比，你还没有那么差。算了，我就不为难你了，你接着在这儿混吧。喂，哦，您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杀死他，就是为了你，前元君。可是鬼冢君，你把他放走了，我想他一定会回来找你复仇的，所以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还会回来这里的。我不用再回来这里了，他人没死，可是现在和死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。哦哦哦，啊，您说的话让我很糊涂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让他生不如死。我用了忍术，当真？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，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我不相信枪王会说，日本人又在造谣。枪王他会说？前阵子我瞧着就不对劲儿，这不被算计了吧？报纸我看了，甭说了，那五常这回啊，俩字儿，栽了。这肯定是小鬼子造的谣啊！这上面还有您的照片，您还跟小鬼子充当证人？再说了，您真看见这那五常败在鬼冢正的枪下了？那倒没看见，不过这鬼冢正手里拿着那五常那把枪呢。这枪是可以伪造的。我看不像。
你说这鬼总正，看着一脸的杀气，怎么看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？他能那么轻易的放过纳武长？我觉得肯定是小鬼子编的故事，他不相信。你信不信的，咱都是这瞎猜。那纳武长不还活着吗？等有个机会见了他，啊，问问他，看他怎么说吧。老爷，渡边来了。有请。哟，渡边君，有事啊？傅老板，大佐为了感谢您作为此事中日千王对决的见证人，特让我赠送一件礼物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请收下。告辞。没事儿。这是莫西纳干枪的瞄准镜。政委，报纸。放桌上吧。日本枪王大胜中国枪王，中国枪王跪地求饶免死。我去找纳武长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我回来。当兄弟现在正养伤呢，我让二少姑娘正照顾呢，等二少回来再说吧。这是真的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，只有一点能相信，那就是纳武长输给了鬼冢正，别的我都不信。可他是靠跪地求饶才免得一死的呀。动动脑子，纳武长是那样的人吗？可你看上面写着枪让鬼子缴去了，人也受了伤，那就不能胡乱跟着走吧。行了行了，别停了，我说别猜了。王二少姑娘回来不就知道了？报告政委，傅兰小姐来了。傅兰，警官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英子多少来了？放心，一路绑着眼睛过来的。你没看着我眼睛多红啊？我跟你说，傅兰，你现在必须尽快转移。前院家宴上次是欲擒故纵，你已经暴露了。他要抓我早就抓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，傅兰？你这样会出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我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那这不是那个莫辛纳干狙击枪的瞄准镜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前院家宴送给大伯的，说是给他的纪念品。听大伯说，鬼总正当时特别的狂妄，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。不过，他们倒是没有看到纳武长，只是看到绑他的绳子。你说这个纳武长吧，还顶着个枪王的称号。你说他要是在这种时候向鬼子跪地求饶的话，这不是丢了全国人的脸吗？这那些眼巴巴盼着的老百姓，他怎么想啊？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纳武长就不是那样的人。把你姐给我叫出来。我姐不想见你。我说呢，这大白天的，谁家狗在我们家院子里叫唤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蛋！大双啊，你先别撵我，话说完了我自然会走。我跟你没话。我这儿有张报纸，上面写的啥估摸你大双会感兴趣。你没事跑我们家念什么报纸啊？显摆你识字啊？日本枪王大胜中国枪王，中国枪王跪地求饶免死。哎哎，我怎么说来着，你大双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哎呀，你说这中国枪王太他妈给中国人丢人了，你没那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呀，丢人。呸，臭狗嘴。哎哎，扇死你。我他妈打死你。哎，大双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哎，其实吧，我还是觉得你那个相好的厉害，
你让他跟日本人比一比，一定比那个丢人现眼的枪王强。他妈的，我他妈害死你！你个瘪犊子！哎呦！打死你！他姐夫真的打不过日本枪王吗？看着没？模模糊糊的，有个影儿。小子，没事，有影总比没影强。高远，不管谁问起来，就说是我那五常向小鬼子跪下求得饶。不行，你是枪王，我这么一把年纪了，我还能活几天？我不怕。少爷，药打好了。二双呢？啊，高爷，咋样了？能看见不？还是光看见一个影儿。哎，没事，咱换换药啊。二双，先别着急忙哈，帮我个忙。如果你姐知道这事儿，肯定要来找我。我不想让她知道，我眼睛成这样了。为啥呀，武昌哥？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，更不想让他可怜我。二少，你再听没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帮我，一定要帮我，不能让你姐知道，听见没？我明白了。可是武昌哥，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？等我杀了那个日本畜生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在我姐心中，你永远是个英雄。是个打不垮的枪王，对吧？不是，我就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样子。可是为啥你不怕我看见呢？你是俺妹子，俺怕啥？现在鬼子调查太严，我们还是在这儿谈吧。宇成同志，现在全东北的小鬼子都在宣传什么日本枪王打败了中国枪王，更重要的是中国枪王是在投降之后把人放走的。这件事儿对全东北的抗日全局情绪影响极大。我们现在也正在了解情况，小鬼子这次行动这么快，我认为一定是有阴谋的。那我们的枪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击？那你又怎么解释那把魔心拿杆步枪落在了鬼子手里？余生同志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党的领导，不能忘了革命队伍的教育。我接受批评。上级让我命令你立刻调查清楚事件情况，如果那五常抛弃气节贪生怕死，我们要坚决和他结合。但是我始终坚信那武昌一定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。还有，上级最近要派一位特派员过来加强对你这里的工作指导，希望你能正确对待，所有指示都在这封信里。刷，姐，姐，你咋来了？你搁这干啥呢？武昌哥受伤了，是张政委派我过来的。姐，武昌哥说，他说不想见你。他不想见我？他不想见我，他自个儿说。你家这么大干啥呀？姐。
姐，他受伤了，你说话注意点儿。你啥意思呀？咋往后咱俩说话还都隔着门啊？行，隔门也行。我问你，刚才二双说你不想见我，为啥呀？那有啥？外头那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啊，我根本就不相信，我就信你的。你跟我说到底咋回事？大有常啊，我知道你就在门后头。今天侯三拿着日本人的报纸来我家了，他说你输了，你求饶了，我根本就不相信。郭大叔，别人说我啥我都不在乎，但你听个好了，我虽然没硬，但爷们儿我没丢人。武常啊，说句实在话，你能全身全影的给我回来，那我真是比啥都高兴。你要是真能认输，那你就不能去。你要是真能给人跪下，你就不是那无常了，这点我还不知道啊。就这点话你咋就不能开门咱俩当面说呢？啥开门？有啥当面好说的？你走吧。无常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说你非在我面前逞这个英雄有啥意思呀？我过来是见那无常的，你说至于他是不是枪王我根本就不在乎。你咋回事？你咋老黏着我干啥？我说了我不想见你，走吧，走呗。开门。姐，你还是别逼他了，你赶紧走吧。非得这样吗？二双，自从你武长哥跪在爷爷的坟前发誓要给他报仇，我就没办法回头了，就注定了我不能过老百姓的日子了。我想让你姐把我忘了，我也想忘了你姐，可是我心里一直装着你姐，我太在乎她了。所以我不想让他因为我现在瞎了他就可怜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我不想因为我现在这副模样他就处处给我陪着小心，我心里过不了这坎儿，我受不了。我完全同意东北党委员会的意见，我们马上查明真相，尽快消除这件事对东北抗联造成的不利影响。对，影响太大了，这事儿坚决不能再等了。我持保留意见，那武常只是表示他没赢，但是他坚持没有给中国人丢脸，这点我相信他。政委，那这个怎么解释？我认为他有难言之隐。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哎呀，他那武常就不能把事情真相给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吗？啊，我建议在查明真相之前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要不然不知道会给咱们抗联带来多大影响呢。但是这么做会打击抗日革命群众的积极性。政委，我看既然大家有分歧，我提议咱们举手表决吧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同意举手表决。好，同意咱们独立大队暂时和那武常保持距离的请举手。除詹政委
全体通过。我少数服从多数。哎，二双姑娘。哎，哎，政委，我知道你们在里边商量什么。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老爷，你把情况跟二少姑娘说一下吧。政委，政委，那个二双啊，你暂时先不要去纳武场那儿了，另有任务。为什么？因为独立大队先要查明鬼子所传他求饶保命真相。张政委，他说的话就是你们的决定，对吗？张政委，我明白了。郭二双，你要想成为独立大队的人，就得服从命令。我现在还不是独立大队的人，你管不着我。用身体坚强的抵挡。